我们有精彩的今天，更有闪耀的未来。好温柔哦，闪耀的未来我们都非常的期待。那其实你会对自己的时尚的这个时尚金什么样的见解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今天这个这么夸张这么大的耳环。反正我是非常中意的，因为我是芭蕾舞者，在舞台上的时候呢，我喜欢选择一些简洁但是有职业特征的一些服装，所以可能这种职业习惯就会带到生活里来。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的这个二 plus 的这个 dress 还是蛮漂亮的。来，我再来一点这样的媒体记录的高光时刻的时间好吗？我觉得这个美背太美了。来，我们来一点近景的。好，今天红花老师稍作休息，谢谢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目光，我们的镜头，我们的焦点放回我们的红毯之上。下一位，她是华语乐团的人气国民女歌手，拥有多首脍炙人口的大热歌曲，她是首位献唱好莱坞电影全球主题曲的中国歌手，也是首位受邀维密秀表演嘉宾的亚洲唱将。她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的活动，是官方认证的实力派文艺工作者。出道14年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实力，对音乐的坚持与热爱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实力女歌手。她就是欢迎亮颖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底都摇一摇，好不好？啊，亮颖真的非常有亲和力。全是四川话，梁毅梁毅，中间中间，哇，来我们中间的美女，好，右边，左边，然后四川话还听得到啊？哇，我相信线上的朋友现在也是激动的不得了了。好，再给你们3秒钟的镜头闪耀的时刻啊！3、2、1，好，梁毅回到成都了，来说一下你回到成都的感受如何？回到成都就像我今天这件衣服一样，超级热乎，超级温暖的意思。那梁毅其实对自己就是接下来的新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？我好像不间断的都会有一些新作品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下一首哦，说得清楚下一首是13号，对，王者荣耀这个西施的人物主题曲。反正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内容发歌，每一首歌都会期待大家可以喜欢，可以跟那一首歌有共鸣的人去分享。好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那我们让亮颖稍作休息了，你们刚才的成都话，哎呀真的是巴适，谢亮颖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因为他也同样的那么爱你们。亮颖回来，刚才你们一系列的四川话让我觉得好美。亮颖，有请。
像有终点。盛典，未来荣耀熠熠生辉。